哎呀，终于租到房子了，这找个房子可太难了。哎呀，回家呀！你跟踪我一道了，你再上我就要报警了。不是我回家，我这咋？这门牌号是我家呀？是你家？啊？你知道密码吗？哎呀！门开了。我说这究竟咋回事啊？昨天我哥刚让我搬进来的。哎，咋回事呢？我昨天刚把行李拿过来啊。交了押金房租那交不少钱呢，我一进来啊，多大活人，我还合计咋回事呢。你问我，你看那房间号对吗？对呀、啊、2017啊、嗯、你问我，喂哥。哎，怎么了？咱家不是2017吗？是啊，我今天一进来有个男的在这住。不是，就有个男的，他说他也在这住。这事儿整的那咋办呢，哥？那还能咋？啥整？这么的啊，我跟你说好了，你搁这住归搁这住啊，你爱睡哪睡哪，床归我。哥，我想住床。你别跟我整没用，我花钱了啊，我住床。不能商量吗？商量不了。行吧。哥。嗯。我睡不着，沙发太硬了。哎呀，这将就一行吧。让我上床。不是，咱这就一张床，还能一起住啊？跟你干啥？哎。